超强，他放在里面之后，大概快要就是一两个小时，他还是冰，他还是冰的。对，就后面那个装的也是冰的。我觉得打开来就能够碰到吸管是一件很不错的体验，不会手不会碰到它，因为其他杯子都会凸出来一根吸管，嗯，这个就蛮方便的。我觉得还有个特点是因为它有吸管，然后你打开其实不会弄脏你的手，对，可以马上直接喝，因为它的吸管就可以盖在里面，它就不会就是外面有虫虫啊，对对对，可以盖起来的话，其实基本上让我的吸管是蛮干净的，而且像每一口都不会有沙沙的。对对对。那你觉得你印记用起来有什么比较喜欢的点吗？这个用起来就是方便，然后也不容易摔漏。我觉得上锁蛮安心。就它东倒西歪都不太会漏。如果有上锁的话，我基本上就是可以乱甩乱晃。有时候倒着其实也不会漏，不会漏，就蛮安心的。新的这个两段式的那个盖子开关，我觉得蛮赞，很赞，就是它可以锁起来，对，你就不会怕它被撬开。我很喜欢它保冰的功能，就是你旁汤冰块下去都不会融化，保冰超强。后来想说，哎，冰块可以融一点冰水让我喝，哎，没有要融的意思，哎，超久喝，从早上喝到刚刚，真的，对。然后倒掉的时候，冰块还在。像我朋友在用的时候，他就用到晚上的时候，冰块都还在，觉得蛮厉害的。保冰效果很棒，然后用吸管喝就是赞啦。谢谢你的推荐，赞。